我一直有句话很想要讲，就我每次去看五月天的演唱会，他们都会讲，终于轮到我了，你们真的很会抢票，我都已经转变成现在这么不要脸的状态了。Turn on your favorite song. Turn off what I did wrong. 听见了谁的伤，在窗户旁安静的想，是什么力量？你有没有？是说不出口，有没有后悔？还是只有我？我还没想通，转眼就轮到我，请独自承受这世界的冷漠，内心的野兽。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威廉。其实我刚刚躲在后面的时候，我一开始还跟我同事说，我觉得今天观众好像有点安静哎，我还有点小担心，因为想说哇，不会我的歌迷还是这么害羞吧？我都已经转变成现在这么不要脸的状态了。非常非常谢谢大家陪我一起度过中秋节，中秋节快乐！谢谢大家愿意在中秋佳节的时候抛弃自己的家人，来跟我一起团圆这样子。哇，我一直有句话很想要讲，就我每次去看五月天的演唱会，他们都会讲，终于轮到我了，你们真的很会抢票。原来这就是阿信的感觉。有看过维里安的演出的话，我们来教一下第一次来看的朋友。维里安喝水的时候，大家要表现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我其实今天的演出之前，我有在考虑说，要不要跟大家说，我们今天就喝水的时候改成学海狮叫这样子。但是，我觉得难度有一点高啦，还是你们会想要试吗？不要。他说 OK， 好，成全大家。那我再喝一次水。你为翻篇了日常，思念就收起了网。